注定。等等，我改变主意了，先别让专家上车，我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。这些天杀的小鬼子，老娘一定让你血债血偿。李志梅，快心理战，心理战的输赢就是看你有没有耐心，有没有勇气承担后果。惠子，你知道中国有36计吗？我现在给他们摆一个空城计，就看他们有没有胆量了。淑子小姐知道的真多。淑子小姐，你确定海棠小组已经去追那两辆车牌一样的车离开了？这是一场赌博，我赌他们一定追上去了，因为他们不敢冒这个险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怎么会突然想到不让专家上那两辆牌子一样的车呢？他们一定认为那两辆车有问题，而且能够猜到我们会将计就计，就用那两辆车来运送专家，可我偏偏不，我要用这辆车来运送专家，这叫兵无常势。把专家带出来。嗨，快点！淑子小姐，你这要带我们去哪儿？你们不是一直说居住环境不好吗？给你们换个更好的环境。又要耍什么鬼把戏？你现在不说清楚我们要去哪儿，你别指望我们会上车。我一直对大家很客气，希望你们能够配合一下，如果不配合的话，去不去由不得你。看着他们上车。嗨，上车，上车，快上车，快。我们抄近路过去，去追第二辆车牌号相同的车。走，等等，你看，又出来几辆。日本老鹰，我们差一点就输了。对，也是，幸亏你反应慢半步。专家和雪婷肯定就在这辆车里。大影叔子可真是个狡猾的家伙。先走，走。走。
没事没事，有我跟二师兄在，你肯定没事啊。师兄，对不起，我害你被抓，我是个笨蛋，我是个废物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二师兄，我背，我来，我来背。父亲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